各位哥，大家好，我是山哦哦哇哦，马上开始 go go！ 各位哥，大家好，我是山林，我们今天要玩 Bounty Messi 了，我跳16下，哇塞！总之呢，先祝大家新年快乐！果然新年呢，就是来玩 Bounty 老师一下的嘛啊！这次呢，不是 Bounty 老师要打我还是怎么样啦，而是我们迅速收集石板啦！快点老师收集两本了，快点！老师，跟老师结束啦！来，这次没有答错，没有被老师追着。现在呢，我们要互相避开了。新的一年，果然来互相避开一下了吧？不要！没有人可以抓住我们！你看，你可以回答正确吗？我要赢过老师，收集到十本线。可是呀！快点！我才不会让老师赢的。哦，在这边。走开！我先来。Alright， 三本了 ，Go！ 不要到处，不要跑啊，跑会被抓。哦，没有跑 ，No！ 你也太快了吧！哦，你新年你很兴奋呢，一直追啊！讨人厌！不要背！啊 ！OK 啊，不是啊，30秒更加久呢。老师还没来这边，也没有任何道具的呢。哦，可恶 ！Make sure Bounty isn't catch up you。OK， 确保老师不要追上我、啊哦。老师追上我了，很好，老师拿五本了。嗨，可恶，你等着，我回答的时候时间会暂停，但是老师回答时间不会暂停啊，这就是我们的优势。如果这样还输的话，老师不会被抓嘛？哦，老师不会被跳绳玩，所以算公平吧？没有道具。哦，这边还有一本。哦 ，OK， 七本。哦，那老师也六本了。OK， 还有哪里啊？这边只有两本而已嘛。哎，还有两本呢？老师也七本，为什么？老师去哪里拿的 ？No！ 可恶，这边是哪里？可恶，肮脏龌龊的老师。Oh no！先找到三本就赢了。老师知道书本在哪里，但是我不知道，所以我要先找先。有，你八本了 ，OK， 还差两本，但是我知道一本在哪里。No，Hello， 你们怎么可以派间谍的啦？我失败了，完了，他九本了，完了，不要哨，你哨准干嘛？新的一年 ，Oh my God， 老师收集到十本了，嘿，还有本在哪里的？我怎么知道？老师要离开了吗？等下，你们不要玩了啦！继续卡住！这边吗？没有，没有 ，no， 哇！我输了 ，no， 打我啦！是，这边两本嘛 ，Go！ 啊，我回答错会怎么样？啊，没关系的啦，抽到完了，怎么样啦？不想回答啦，回答全部错误也没关系的，刚刚书本里面写了。OK， 我们先走最尾端的那边的。No！ 我打你！回答错。我们是比赛收集数，不是比赛回答正确啊！没错，嘿，跟着我来。Oh shit， 他没有跟着我来。嘿，你为什么是在推？你表示在推你啊！回来到最初的起点，你老师的。冷静，这边有吗？这边有，我终于找到十本全部了。啊，拿到 ！No！ 不要play！ 中了！我不要跳伞，我就不要。Go！ 你不要闹！不要闹！Shadow 3 3 3
为什么你书本放里面我就会去拿啊？重新来过啊，睡灵啊，老师，再对射。3, 2, 1 go！ 哎，老师，回答作业很辛苦吧？你现在知道学生的辛苦了吗？不要想抄我答案，我没有答案给你抄。OK， 没人。不要，不要啦！好，可以。你不可以把我传回来演出的啊！你要再来？哦，至少是不一样地方的。OK。Hello， 你要回答这本吗？有什么事？我回答比你快了。Oh no！ 我永远去不到那本哦。这边是什么地方？啊！你们不要闹，不要闹！老师已经不在了，你不要。那个袜子，刺客吧，他是刺客，终于拿到这本了，最难拿到的一本啊 ！No, let's play, OK。他离开了吗？巴拉巴拉巴！ Oh shit！ 我没有，那边是啊！你等着瞧啊！我是说，我知道这两本在哪里了。No！ 一个贱人！不要！哦不，我要等他声音离开先。No！ 剩下一百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！No！等下！走开！OK， 不要回答这两本先吗？可以呢，早说嘛。我先离开，双方都四本。OK， 接下来会冒着被抓风险进去。Hello？No！哦，没有，还是没有注意我。长廊，接下来是长廊。长廊，不要看前面，不要看正前方，不要看，会被带走，不要看。OK， 不要看前面，不要看。我刚才看那在前面的，但是我没有看就没事了，厉害吧？这就是我的战术，我专门面对你的战术，怎么样啦？我就不想面对啦。下三本，一个是在向上面的，两个在我原本的地方。你要带我去找是吗？可以。No running in the hall。来。Hello， 老师，哦，跳绳 ，No！ 哎，Go away， please。哎，你也回答这边的啊？我是两本也是在非常靠近的地方，我看你怎么给我避。居然我重点先了，回到一开始的地方。Oh no no no！ 我讨厌，老师你走，快！ OK， 可以了。最后第二本。现在就算你用传送，也不会把我传送回来这里而已。除非你把我传送去很远的地方，你不要这么近好吗？慢慢来，不要被抓。这时候被抓就完了。Yes！ 呜呼！全校，我先胜利了。我赢了。哎，为什么是这个结局？因为我全错吗 ？What the？ 哎呀！嘿！不对吧？不是这画面吧？我全部胜利才不是这画面吧？哦，我赢了，怎么样？哦，他说我做得很棒嘞，哇哦！但是什么？
但是我回答全部错吗？你们说没关系的，你们说没关系的，不要放屁啊！真正胜利的话，应该会取得这样的结局的。Yes, student wins！ 老师失落，学生还是比较强啦。学生每天在回答作业，你以为是盖的吗？是假的吗？我赢了！哇，太爽了！老师该不会也生气吧？这样啊，我们再回去学校。不管怎样，我赢了。其他人不管怎么阻止我，都是失败的。你们这群失败者，一群人对抗一个人也不能赢啊！哎，警告，这是恐怖游戏。Okay, What？ 等下，老师你生气了吗？哇，超高清的呢，老师。哇，哎，哦，走路还有震动感觉，哎。等下坐姿我可以推开的，哈哈哈哈，耶，可以推开了，胜利者，耶，哎，可以直接收集了，耶耶耶，老师不想理我了吧，耶收集，哦，干嘛不可以公报私仇，哦，那校长吗，等下，公报私仇吗，你们，哎，对视，刚刚我没有看到，一本两本 ，OK， 而且我们没有提限制呢。校长，为什么你们公报私仇吧？哎，为什么？干嘛？喂，全部人都打我，全部人生气，公报私仇，嘿嘿。比赛收集书不就是你们过年的游戏吗？怎么公报私仇了？但是现在我没有提限制，所以我要赶快收集，赶快跑啦！不要挡住！不要挡住！不要！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了。哦，有人气不不的头朝上的追过来了。哎，校长，不要怪校长！哎，我只不要怪！不要怪！你们继续卡！完了，我不能停下！完了，我现在不能停！校长，你为什么要追我？校长，为什么？我有钱，对，我有钱。我还有一个汽水呢，但是透明的。等下。哦，我把贩卖机给吐出去了。OK。哦，嗨，跳绳小女孩。No， 不要变啦！哎，旁边窗户破了，我是不是可以爬进去？这个是公报私仇的混账。没事的，因为我有一罐汽水，我可以把他们都吐出去。OK， 然后再过去回答。那他们就进来了，为什么？我吐的水没用吗？为什么找破掉窗户然后转进去？他们应该是要走门口的，对，嗨，进去 ，yes， OK， 我左边出去，这边拿了，然后这边有窗户可以破 ，OK， 耶，哇，他想跟我玩，我剪掉，耶，是下一本。在哪里呢？还有哪里没有收集呢？食堂旁边的。嗯，你们还想作弊？作弊有用啊，有小用啊，你们赢不了我的啦！我爬上桌子了，我卡住了，我在画面卡住，比较高一点了。其他人没有察觉到异样 ，OK。出去，不能出去 ，OK。不要再追了。不要追了哈 ！Yes， 可以逃出去了吗？哦耶！你们这群生气勃勃的奇怪人呐、啊！不要怪 ，Go！ 啊！哦，没事，经过而已、啊。我要转身了啊！啊，你也是路人，我也是路人，大家都是路人啊！但这一集里面，老师好像喂。老师好像没有戏份了，全部都是校长，校长追最凶的校长，你也追太凶了吧？等下我有钱买，出去 ！Yes！ 我又在坏掉，新年你干嘛又在坏掉？你干嘛的啦？哦 ，Yeah！ 但是我们好像还没遇见老师哦，老师你是不是被消失了？老师，为什么刚刚都没有你出现在你的眼睛？怎么？
哦，所以齐晨才会生气的吧？你齐晨是生气，因为他没办法赢。但是老师刚刚比赛输了，现在是非常绝望的状态啊，输给自己学生，我又不知道怎么面对。看，现在不敢正面看我了啊！哈哈，啊哈哈，耶呼！嗨啦，你也最后的我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啪啪啪啪，不不不！其实玩到这样，其实到底玩了什么，完全不知道。哟！Oh shit！ 哦，哇！吓死人！哦，老师好大哦！不是，老师好大耶耶耶！感谢大家上课，祝大家新年快乐耶！新一年又在继续拿老师啦，请老师多多指教，不要这么好呆的输给我的败家群！哈哈！2023年一整年我都会说这件事啦，因为我赢你了，我只会拿这件事情来说了耶！不管以后会输几百次，我就是这么卑鄙无耻的啦！虽然刚刚你赢的次数比较多，但是我管你的嘞！我卑鄙也不是你教出来的，哈哈！玩到起笑。